哟，你们真会享受，不过这么奢侈一年一次就够了，太花钱，下次一块去小饭馆路边摊就好了。这是享受人生，平常工作劳碌图个什么呢？活在当下吗？咱俩都是打工族，你怎么这么轻松，玩的穿的用的都是新时尚。我就每月轻，难道你赚外快去了？难道你找富婆包养了，不用努力了？冷静冷静点，其实你平常不怎么花钱啊，怎么会手头紧呢？哎，挣的是固定薪水，年年有通胀，快二九加一了，不能再算家里的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买房公款这种场合不用算上我了。算了，我决定豁出去了，你介绍个富婆给我认识吧。那我就成全你吧，哈哈哈哈，走过路过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钱包的现金花着花着不就花光了吗？但是银行定期存款能有多少利息呢？月供基金就是你的每月定时课金，用平均成本法买进，跌市中可以低位买入基金单位，股市升的时候呢就可以拥有正回报。同时基金持有一篮子不同的股票，可以分散你的投资风险呢。我哪有时间天天盯着行情啊。大家都为生活奔波，很多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也会月供基金，你投入了一笔钱，有专家帮你买进卖出，盯着行情呢。多少钱才可以月供基金？最少呢每个月只要1000块钱，免手续费，公款期不限长短，随时可以转换不同基金。不懂或者没空分析股票，可以挑选网绩良好的基金，等于让专业的基金经理帮你打理。哪里可以免用免手续费，不用锁定公款期，每月供基金？辉利证券，在你每个月公款超过25000块之前都是免佣金免手续费哦。立即扫一扫浏览基金服务专业，查询热线2277-6777，或加辉利 HK 微信号